今年十月末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水啊，今年。反正活鱼、江鱼今天打的五七八天吧，全吃开了，下船了啊。喜欢吃新鲜的鱼抓紧啊，再不抓紧等2024年4月份了啊。五一开江节的时候再吃吧。冬天说夏天的网上也有活鱼啊，但少，基本上都速冻鱼。澳活鱼、鲤鱼、黑斑孔鱼、醋的鱼冬天有点活的，夏天的网上得热了。 漂亮吧，黑龙江的带水鱼啊。